大家好，早晨，欢迎收看呢个大仓南北，一阵就开跑咯。虽然今日咧我冇做直播，要去到下个星期三先有嘅，咁但系大家都可以睇下呢个节目咧，睇下啲仓位点样分布，有啲咩部署出击咧最好噶啦吓。中意刨冷嘅人咧，可能咧星期六咧特别容易爆冷咧，这个对你哋嚟讲先重要吓。未订阅呢个频道嘅朋友，欢迎咧揿右边粒四星龙珠啦，订阅我呢个世荣香港人赛马频道噶。咁啊事不宜迟咧，带大家喺呢个宽阔嘅草原上面咧。看看今次有什麼倉可以分佈。葉初航雖然是最近這幾年比較失色一點，但始終做過冠軍，我以前是冠軍。佔信龍區這匹由外檔變二檔，用黃俊減五磅很大威力，隨時真的一放到底了。至於第二關好玩大笑，我覺得比較邊線一點，冷門不妨拖回去。至於第四關，如果你想起個媽，連李福俊應該都幫到他的話。為什麼？因為他贏過這個路程，又正值壯年，現在抽個靚檔斯達真的幫他好多，亦都操好了隻馬。至於想過三關，就問過中華之光先。三檔抽到都對他跑從大眼罩跟前有幫助的。這匹馬贏完之後散了，是因為跑夜賽泥地，我估今次試個集同好眼光近，跑日賽就不用怕了。如果還想錦上添花再下一城，不妨試下美關的隻都靈同勝，長途千六千八都啱佢㗎啦，泥地。大家不妨試下。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，今日贏多啲，拜拜。